右手腕痛，刚才右手腕痛，我看到现在一个画面当中啊，是这个角上面渗出来一个角，一个角，镜子在那边，镜子在那边，镜子在那边，只看到一个角，镜子在那边，就是像一个方框里面，就剩了一个角渗出来，完了渗出来一个角，镜子在那边，镜子在那边，镜子在那边，只画面当中只看到一个角，镜子在那边。 镜子在那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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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这个脚啊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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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踩到了我的右手上面，踩到了我的右胳膊上面，他就告诉我，他们今天，这几天的行动，就是借助了我的力量才完成的，借助了我的右手的力量，借助了我的力量才完成的。 借助了我的力量才完成的，如果没有我的时候，一直生在那边的话，它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这些测试，而且充分的模拟了地球人的测试方法，这样呢就去除掉高维空间带来的那些，带来的那飞碟之类的，可能会有误差引起，因为它这个高维来研究低维的极高临下的话，有可能不准，所以他们作为充分的模拟。 我这边的情况所以，充分的利用了我这边帮他们支撑着，所以他们的后续活动就建立在我的基础上，建立在我的努力的之前努力的基础上，他们深深知道我做的每一步都非常重要。 之前做的每一步都非常重要，之前做的每一步都非常重要，之前做的每一步都非常重要，用我的手，一直拖到他们，现在的画面我刚才一开始就看到，就像一个电影或者电视的一个屏幕上只剩了一个角，就只剩了一个下肢，渗出来。 应该是下，应该是下腿和上腿的一半，就像住在那边，就是这样的状况，住在这里，从这往下看得见，再提到的不在画面里边，然后就看慢慢落到我手上，一直是以我作为基础，以我作为基础。 好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。